小球员一秒变身小球迷。击掌爱的抱抱，民进党北市长先发投手陈时中一次满足。不能让他抢尽风采，蒋万安晚到总比没上场来得好。一前一后，王不见王，比人气还要比体力。把小球员一肩扛，不过别忘了要抢票，该抢的是他们。陈时中牙医出身，伸手跨行抢争律师界支持，百位律师齐聚力挺陈时中。市长不能把这些人带领好，市长不能把战力来提升，这个市长更加跑马不好，必须起来起定。智商卖公157，智商175啊，不好。至此刻意暗酸老同行柯文哲，曾经是律师的他，前副手黄珊珊不客气，用行动来回击。台北市有一个很好的联合医院，这次联合医院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回防巩固一届票源，医师律师互挖对方墙角，蓝绿白三分天下，难免碰上互争支持较劲局面。台南同乡会参会，蒋万安、陈时中、黄珊珊依序上场，尬人气战到底。镜新闻谢谢吴俊伟采访报道。